来了啊，决胜局来了，4-4，最后一局，一局定胜负。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这是2024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1/8决赛，胜者能够进入到8强。好，这是我国选手龚承志对阵马修塞尔特，最后一局了，看看谁能够晋级到8强。那么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，咱们一起来看球。哎，碰到红球啊，但是还是回球成功了，这是一个运气球。塞尔特也是摆手示意了。龚承志要击打红球队来做防守，那么打球的都知道，打红球队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，就比如啊，有红球跑到袋口，那现在就坏了啊，是真的有红球跑到袋口了。传球传进，直接上手，马修塞尔特，这局面看能不能一杆拿下。右边还有一个带口球，好，这边直接右局黑球，入局，那么黑球左边这红球啊，不是黑球右边这红球啊，优先处理。你看他现在就不好叫了，只能是强行的冲过来啊，来叫黑球左边地带。好，黑球右边这颗可以打了，可以叫了。龚承志这边机会也不是很好啊。来，他是击败施辉的选手，个子还是挺高的。没打进，哎呀，又漏球了。
粉球还有没有？瞄了一下，感觉不行。那么这杆球就想的有点久了吧？还是要强行击打粉球，漂亮！这个局面的话，看看粉球点位，要是放在黑球点位的话，那还不错。对，那还不错，还可以围球。红球堆右上方这红球，那么黄球的角度不错啊，加点左塞一库就可以叫到。强行叫粉球，那么粉球右边叫红球啊，优先处理。这红球太碍事了，一直想打，但一直没调整过来。好，那么看看母球上方的红球，那两颗有没有？对，还是要过来看一下嘛。哎呀，不看的话就显得太不专业了。怎么样？这边的话不好叫啊，要么你就架球堆。黄球的话，下方的两颗啊，有也可以单叫，没有也可以架球堆。搞得好的话，右边中袋也能叫到。对，搞得好的话，右边中袋。也不错。耶，那么细，那个就 K 一下球队，看看效果。好球。
中大也有。要是这个局面的话，我感觉工程制要悬了。看看粉球，还有的啊，不影响。那么这个局面足以拿个超分。强行的低杆拉回来过头了，中袋好像也被挡了啊！大角度，大角度的红球，连打带防。哎，打后了，打后了，那就漏袋口。好，拱辰智这边落后50分，来看能不能来个绝杀。其实黑球在底库不影响啊，这个局面有粉球就够了。好，大好机会。那么右手的话，右边的红球也是顺手的啊，这四个红球都是好打的。低杆横过来，啊，左边中袋也可以。这角度的话，拉回来到母球这里也可以嘛。对，往前推2、3颗球也可以。推，啊，要是不行的话，中袋也行。不会吧！我的乖乖，中袋漏球可以叫黑球，中袋漏球可以叫黑球。那么台面上35，打进红球就超分了啊！打进红球就超分了。我的乖乖，这球居然粉球没打进，工程制啊！
那也不错啊，磨练心态，毕竟决胜局。35，超八分的话，不知道龚承志会不会放弃，但我觉得不会放弃啊。要是有自由球的话，一杆球就够了。刚才这球，我感觉粉球那边更好做。哦，那就没了啊，一点点希望都破灭了，最后一点点希望都没了啊，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，很可惜啊。龚承志止步16强，没有能够打进8强。好，下期再接再厉，继续加油。那下期见，拜拜。